来个大海螺，这一只半斤多。超大号的黄，这个是苦胆，要把它摘掉，不然很苦的。里面这个是肝脏，肝脏吃多了会头晕，你要把它摘掉。好久没深性了，今天来个深枪八爪鱼腿儿。哇，还在动。要嚼碎了吃看。吸盘还在吸我的筷子，吸到筷子上了。另一种美味啊。